当婚姻已不再是心中的期盼，我不想再欺骗我的感情，然后选择放弃。为了我的权利，不可以离婚。现在深蹲二楼要展开扣押搜索，这是最后的警告。徐中原代表没有向任何人进行贿赂。权力欲望与爱情的纠结，他该如何抛开社会眼光，守护真心？我来帮你辩护。12月20号晚间10点 ，BioEssence 碧欧斯傲骨贤妻精彩最终回。